Scandinavy， 我係 Felix， 我係佢哋嘅化妝師 Hazel， 我今日係嚟陪佢哋講一個追星嘅話題嘅，韓國追星係韓星，咁咧由於我哋嘅 generation gap 實在太大啦，你哋係零，我係零四。零四零五後，好啦，咁我哋就不如分享一下我哋唔同年代嘅韓星嘅 top five 啦。咪住，你哋相差幾多年啊？我哋最遠嘅相差我九年，一個年代啊，係。好啦，咁我哋就綜合咗呢、比較新型嘅韓星同埋我哋自己中意。的排行榜啦，咁我哋就每人都寫咗心目中 top five， 咁不如我哋一起 show 出嚟睇下啦，好嗎？二一，噔噔 ！Oh my god！ 好大年齡差啫，你 ？Oh my god！ 都有同一個。咁我就由我講先啦。咁我第五名中意咧就係呢個嘅 One Now One。咁話説點解我會中意咧？我係喺六年班嘅時候俾啲同學拉入坑嘅。咁佢哋就係咁聽 One Now One 啲歌啦，即係係咁喺度瘋狂同我洗腦。係咪 Pick Me Pick Me？好像很多首 Pick Me， 因為他們是 Survival Game Show， 所以不是 Game Show， 是即選秀節目的。聽過了，類似無雕之101。下一個呢就到這個 EXO， EXO 應該就比較老的都是這個我認識了，這個我認識了，近排也有出歌，他有。那為什麼他們這麼喜歡純粹因為我覺得他們很英俊，這個我贊同，是的，真的很英俊，我只是聽他們沒有看他的樣子，你可以去看，你可以看，帥仔。第三個就到這個 NCT， NCT 就是一個比較大型的組合，他人數是不定的，會經常改變，他不是真的一個組合，反而是一個團體的形式而去經營的。是的，都 OK， 帥仔。有一個叫 Lucas 黃毓希，是的，他就是香港出身的，所以就一次這樣就認識了，就覺得啊都 OK 喎。我未聽過添啊！我都未聽過。Oh my god！ 好，咁好啦，咁就嚟講呢個嘅第二個 God Seven。咁 God Seven 其實喺韓國就殘無此團嘅有少少，但系咧喺佢喺即係中國或者喺泰國咧，都相對嚟講係比較出名嘅。咁通常咧都係睇佢哋嗰啲嘅綜藝節目入圈嘅，因為佢哋實在太搞笑。二十一對兄弟成呢個好似搞，佢哋咧叫 God Seven， 咁之後佢哋有個花名係叫逆翻叫搞機咁樣，即係真係好好笑。佢哋冇大冇細咁樣，總之係好個氣氛好開心啦。去參加個即係綜藝節目係可以嘈到咧個導演熄佢哋麥咯，因為熄麥嘢太嘈咁樣。咁最尾咧就到呢個嘅 PD 張藝興啦。咁呢個嘅 PD 張藝興係我最中意，就係啱啱講話係 EXO 嘅成員嚟嘅。我點解咁中意佢咧？係因為我覺得佢跳舞真係好好睇。佢有一個號稱嘅叫人肉節拍器嘅，如果大家唔知嘅話。咁同埋咧，佢唔單止跳舞聽，佢啲歌都好 OK。導演姐姐表示同意 ship 啊，係咪啊？錯啊，就 ship。I love you, I'm really ship in China。嗰個唱得唔啱，係啊，我根本唱得唔啱。不過佢 ship 嗰首好聽，仲有一首叫 Honey 嘅，咁呢幾首都我比較推薦，可以去查下啦。OK 啦，哇！睇完你嘅排行榜，我諗我聽過 God Seven 同埋識 EXO， 哇！跟住已經唔識啦。原來大家嘅 generation gap 咁大嘅，你差唔多，我都係識一兩。今集就讲住咁多先。如果想睇埋 Phoenix 个排行榜，同埋另外一个年代嘅 Hazel 姐姐嘅排行榜，就要记得睇下一集，同埋记得订阅我哋嘅 channel 啦。